你要逮到了，逮到了。这是要拉肚子一个。不认识，我接触就是知道有这么个人，极品人士。他40多岁的家里父母都去世了，又没子女怎么看护他？想想不像城里人放菜场买鸡鸭鹅这些东西，想想自己逮他，他在门口逮他，他一个妇女，他把他剪刀剁下来，把剪刀把他刺了。你要逮到了，逮到了。这是要拉肚子一个。